中市政府经发局打造坐稳的经济圈，串联着坐稳沿线的店家，要做回来拼经济。台中捷运青山营运以来，带动房地产甲店租起价，为了打造捷运经济圈，市府经发局启动台中丘比特计划，就沿线的生意人做一拍团体战。我们来做整个以捷运为主题的行销，包括软体的行销，还有硬体的行销。市政府邀请捷运沿线两公里内餐厅、饭店、游乐园等等相关的业者，做伙加入计划。有啥物好康诶？有啥物好食？我们就在车站里面一网打尽，都在车站里。中捷公司也表示讲，已经成功争取到经济部补助2000万，伫沿线会设一挂科技的设备，结合这些生意人共同行销，争取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